下来是庭玉主播带你前进温暖的火炉边窑烤大披萨，而且挑战的是店家期间限定款式，圣诞树造型的外面吃不到，加上冬日草莓季到来，年底迎接满满的圣诞节气氛围。周末下午茶最适合干嘛？适合拨打竹蛙豆豆外送专线。庭玉主播今天带你来做披萨，还没迎来圣诞节 Merry Christmas， 但是先带你来一个 Happy 披萨。各种更新，可爱版、搞怪版、骷髅版都准备好了，但还是需要高人指点嘛。我们来欢迎跟我一样高的漂亮版娘 Rita 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Rita， 你今天要教我做哪一种披萨？因为我现在年底啊，推出了非常多造型口味的披萨，我们今天可以特别让体育挑挑，你今天想要做哪一个披萨呢？豆豆版娘，虽然以后我想成为贤惠人妻，这样说哪一种比较简单？成为贤惠人妻，当然是要派出我们最困难的，就是圣诞树披萨喽。好，一起是不是？对。困难吗？不会不会，非常简单，你可以试试看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走吧。加油，你的客人等好久哦。
的 DIY 啊，不止小朋友可以参加，我们连大人也都可以参加哦。所以年底大家还是要一起来找圣诞老公公，他还在吗？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老公公，耶！欢迎大家一起来找圣诞老公公，一起做披萨哦。Merry Christmas！ 圣诞老公公。